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乔。我现在在玩的游戏是集合啦动物森友会，那我就开始游戏咯。早安。商店重新开张了，买的好开心，超棒的。好哦。他在跟谁打招呼？送你蝴蝶结。好哦，好可爱，适合。好的，两件式 polo 衫。那我来看一下商店，哦，变大间了。地上都是我昨天留下来要卖的东西。包满了，那先进去买卖一趟吧。进不去吗？哇，卡住。先进去一趟，漂亮。哇哦！开幕的第一天你就来光顾，真的非常感谢你。他们连衣服也换了。知道了。先卖东西。卖。看看有没有进什么商品。哟，彩色浇花壶。彩色弹弓。是有新的 DIY 可以买了吗？看起来也没有哎，怎么讲？我这钓竿好贵，可以用比较久吗？那我来看看这里，这是什么？舞台灯，买。然后这个应该是化妆镜，梳妆台。哦，好，先买起来。圆形暖买，走了。这些东西。被卖掉。哦，今天钱冻在这。口袋又满了。先收进钱包。分出一万，然后埋到洞里，换浇花。然后这里一样做个钱数的标记，来找一下人。在家，他最近很喜欢穿雨衣出门。西部牛
仔衣服。穿吧，可以可以，好看好看，摔角制服。嗨，法兰奇。三温暖暖炉是要送给他的。学生帽。送给他好了。橘子边说震惊。给我头巾。气球的声音。水手服裙，我来看一下他们送的衣服，不好看。学生帽，好。在干嘛？哦，原来在橘子。撞色雨伞。他要在下雨天撑这把伞出门，在雨中健走。陶友，波比陶友。好多只，我的瓶中信，哎呦，理查，爱丽丝，放蛋糕，好的，你坐在这干嘛？就没办法送他礼物了呢。送他圆形暖炉，绿色的。知道。衬衫。好的，谢谢。先来鉴定化石。早安。好，把这四个都给他鉴定。全部都是已经有过的。不用了。拜。哎，雪花在这。既然你在这里，我得看一下口袋够不够深。跟我讲话啊，可恶！雪花的毛色真的蛮漂亮的。卖。这很便宜耶。他也喜欢吗？
在里面，我都不能送他东西。来送他圆形的，所以把它推开就可以了。超可爱的，好可爱哦，他的表情。看一下我的信箱哦，啊，我的房子也改了。我送什么？龙克斯，我的大蓝闪蝶，其他的海报我晚点收。对，是这个音乐。那我好像还有人的海报还没买，剩苹果的还没买。确认一下哦，对，好了，都先收一收。看我的房子，我昨天有改建它的颜色，还有它的门。开包裹，东西好多，游泳池。蝴蝶的标本，蝴蝶的模型呢？蝴蝶的模型先放在这好了。哇，漂亮哎，这颜色。改变一下装饰，然后音乐感觉只能放在这。好，那衣服先收起来，然后来去换个妆。来穿点不一样的衣服，说要穿点不一样的又不太知道穿什么。这支霜吧，反正它也是粉红色的。然后应该是换妆的任务完成了。再去，哎，我不是，我要上楼，哎，我要上楼啦，来，来装海报，把海报都放上来，雪花的，再把气球放在中间，然后这几个道明放在这里 ，OK， 之后是苹果的。没办法放得很高来看，之后再来瞧一点位置，先这样。找一下后面的道具吧。我的巨石雨伞是我做的。是的。又是海军大衣。黑色的，先留着吧。那我来去找苹果，他在做东西。
在做什么？原木花原草椅。知道。宣传活动，想跟我一起扮演偶像吗？送他舞台灯，我就知道他会喜欢。厨师帽，他的家真的很粉嫩、红嫩。游泳池先摆这吧。哇，这个虫又要作乱。哎呀，结果我自己把它踢下去，算了。唱完完再追蜻蜓。去看看今天的岛航平会不会带我们去特别一点。我想去。出发。有新的东西哦，甘蔗吗？熟的甘蔗可以直接拔，是不是？拔喽，摘回去。终于出现新的东西了。航品带来的岛好像都没有蜜蜂哎。是桃友，然后来顺便敲矿。有金矿哦，漂流瓶，瓶中心在这里，来开，刚好是最后一格。沾沾番茄沙拉中，来看一下料理有什么可以做的吗？都不能做了。砂糖都挖完了，回去。OK。来到洞里，每天都一只草友，越来越多。冒烟就可以了。露营地这几天都没人哎，像我这里可以围起来了。这粪金龟又在推，讨厌。完美，刚刚好围起来了我的小熊们。好啦，那我们这集就先录到这边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帮我的影片按个赞，那也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拜拜喽。